是我们来上海的第三天，今天是礼拜三。今天有什么行程呢？今天这个行程应该是主要是先去看衣服，就是我们类似台湾的五分埔。然后呢，下午可能会去看看买埔的地方，因为上海音乐学院就在这附近，其实打了个车就能够到了。接下来还有什么行程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妈妈的行程总是非常的临时才决定。今天天气是阴天，下雨，绵绵细雨。然后呢，重点是，这边有文教用品，就是文具咯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服装店，是像韩国的什么？顾老师，那上次我们说韩国叫什么？就是我们上次韩国那个地方，有很多批发的，那台湾的五分埔，然后我淋到雨了。在第一家店，妈妈就已经买很大。好，我们在什么地方？所以那两位小朋友呢，只好滑手机。唱生日歌给爷。开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有没有听到啊？他们唱歌给你听，没听到？听到了。你少来，okay. 你最好是有没有听到？听到了。拿低一点啊，他们看不到了。听到了。有，他唱什么？听到了。你最好念念很假哎。这个声音唱的太可以。好，唱大声点，预备。预备，一，一，二，认真唱，对，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进来了。好，一定要是你。哇，你跳科目三哦。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，哒哒哒啦啦啦啦啦，哒哒哒。又哭又笑，黄狗山啊，他的脚撞到床边边啊，就跟你讲不要跑吧，爱跑吧，好可怜哟。擦药药，擦药药。好吵啊！这边是上海音乐学院，然后我们这是钢琴墙。钢琴墙，好，接下来看小浩宇，不会，我们接下来要往哪去呢？啊，我们的小恩在闹脾气哟。我们有吃午餐吗？有啊，刚才不是吃草莓了，又吃饼干了，够了，吃那么多干什么？这边就是上海音乐学院。啊，最外围，其实外面都是商店吧。我们即将前往他们的大门了，看到吗？学校，这就是上海音乐学院。哇，米高博士音乐，这边是宋庆龄的故居。宋庆龄是谁呢？你知道宋庆龄是谁吗？第一个女总统吗？不是吧，没有啦，我们中华民国第一个女总统是蔡英文。宋庆龄跟宋美龄扯上了关系，应该是亲戚，其实她是丁和宇跟丁恩宇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姐妹嘛？丁和宇跟丁恩宇关系是不是姐妹关系？不是。那什么关系？兄弟。哦，拜拜，我们到了太普店。好，我们买了非常多东西，我买了800多块钱。那老板呢，在书籍部分呢，有给我
做个85折。好，那接下来这是什么？双麒麟。这边很多当地观光客，所以包容性要强一点才行。啊，刚才那个书店其实是不能拍照的。对。那妈妈还录？还好啦，总比有一个人只进去，然后什么事都不做，只在那边录影好啊。我们已经很客气了。哎，这有拍全家福吗？照相馆有没有很怂的那种？有的就拍一张啊。徐家汇。然后我们就站在这里，不让人家拍。拍什么？在拍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这栋楼什么东西？到底？很重要。这什么楼？来，来，快买呀！所有人都在拍我。这栋楼很重要。到对面拍。这边是武康大楼，它是可以干嘛？可以查一下它的历史。我们查。到对面吗？这栋楼好像很有名，大家都拍照，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拍什么。也是的，好吧，跟小孩小孩在对面，看到了吗？这栋楼。看到楼啊？这就是这个楼。的吗？原来这是我点的。我比较想要小的那个。想喝，但是因为这里面有奶，我也只有吃两口哎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姜撞奶，为什么是姜？鱼吞，那念姜，所以整个都姜味。好，然后妈妈吃牛肉面，看到她吃，我就心里想吃了，怎么办？你跟她说不要，我跟你说不要，不想吃你吃过的东西，这样对不对？我们更改行程，来到日月光，徐汇的日月光。前面是一群扭蛋机，哎，这个叫什么？动物方程式？不是，那什么？动物方程式，因为被他们这个名字我都弄忘。疯狂动物城，植物僵尸，植物大战僵尸。然后呢，这边要扭蛋都要刷条码。猜猜看，两个小盒会刷到什么呢？我比较喜欢这个，不是你选的。乐高。快来扫码吧！这蛋壳很漂亮，这我要。什么？奇怪。哪一颗？比给大家看。真的是要。那么，哎，你昨天很幸运，我们三个。那当然了。你们两个昨天很幸运，我今天很幸运。当然幸运，是我最幸运，对不对？快跑，红色来了，快点，小心，红色。
司令，你们已经完全掌控了游戏的节奏，你们适合开启更大难度的挑战，加油哦！真的流汗了哦，终于。我这个相机好好收你。对。来上海的第一个汗，你有流汗吗？我看你都没在跑啊，是不是？啊！我全身没流汗了。哎呦，你的汗在那。我怎么还有糖哦？那么好。说什么？别掉了啊！掉了树打你的啊！哼。我小恩抽到什么呢？现在还不要开，等一下会开。为什么？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蛋丢掉呢？这蛋很好啊，我要。对啊，不要浪费。它可以放它的蛋头了，那个蛋仔了，这样就不会碎掉了。哎，对耶。还有拿垃圾回去。什么垃圾？哎，对啊，刚刚好哎，大侠，这叫宝物。是啊，在台湾还要钱呢。噔，哇，我最喜欢的。红色很。那个飞起来。翼龙哦，对啊，每个都还会飞啊。好了，他闹脾气就不要给他。每次上片的时候就开始闹脾气。对呀，闹脾气，就会闹脾气，请举手。他举手了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八只回跑叉，把我弄回去。